中通客车、浙江世宝，任何软件综合太白、攀钢烦态、情绪控件标、技术盘口，客观解读。好，首先回到昨天我们分解的中通客车啊，作为宇宙龙头老大啊，连板此后呢，在昨天是迎来了乌烟罩顶、高开低走此后放巨量在波峰的抛售反转 K 的讯号啊。那很显然，从今天的资金接力情绪来看呢，是直接把它按到了一字跌停板，且封单是19个亿，昨天2.2个亿的跌停封单呢是扩展了近10倍左右，换手率呢极低啊，预示呢整个还会处于一个惯性下跌的背景，自然它所辐射的相对应的赛道呢，很显然啊，在整体欧美股指呈现大涨的背景中呢，对于整个整车的贡献度呢是呈现了一个负面拖累的效应啊，整个整车今天这一块是跌幅达到0.24，指数呢的创业板指涨幅是0.52，很显然啊，对比一下呢是处于一个那逆势下跌的一个背景，同时与之同一道属性的这个高标股呢，浙江世宝也是被这个情绪呢给带下去了。当然，浙江世宝在此前完成回落的时候呢，已经历经过了空间波的下杀，并没有像中通客车那么幸运去完成了一个反包反攻新高的走势，反而是在持续拉低时候呢，是继续呢下破平台啊，从昨天的反馈来看呢，也是一个放量的相对应的冲高回落的龙回手的结构。当然，从今天的反馈来看呢，这个龙回手很显然是一个 ABC 结构的一个下杀结构，所以A 有多长C 有多长等比距或一半轴去做参考，预示呢接下来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惯性下挫的这个动能啊。所以两兄弟浙江世宝和中通客车呢，是让整个高标连板方向呢是出现了进一步的情绪的这个退潮，所以接下来打板族们去找高标股的话一定得为以上的两个成本标成本附件标呢做一定的理性的参考当他们玩反包的时候呢，一些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一些跟风性的品种才会有一定的短暂的机会，但是也是短暂而已，不建议恋战。当然，以上两个成分股呢，它属于高标股，是吧？那么也是有意在降温监管这一块有意在降温。同样的，任何软件呢，我们昨天聊到过的很典型的前锋下来之后呢，是打出了一根旭日东升的反转 K 的底部讯号，所以它这个位置呢属于底部这个位置呢属于腰部，很典型今天是从底部区呢直接是跳空而上，直接是穿越了哪里穿越了这一带的底部第二级箱体的成交密集区一带预示什么？预示呢多头能量很足同时预示呢高低切换呢已然是得到了资金进一步的认证和认可，当然在盘中今天最高的时候呢是达到12%左右的涨幅虽然是有了一些小幅回落，但是上影线并不长，且伴随放量，地价天量伴随接下来的新一步的惯性冲高。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看呢？很显然腰部的第二级箱体跟我们的底部的第二级箱体呢有点异曲同工的一个效应所以这一段是成交密集区，它是需要去完成一个突围才能去转成为主升浪的结构所以我预估呢，接下来任何这个成分股，在攻击25.88的时候呢，势必会引来一波小抛售。当然，这个抛售是一个构筑腰部的逃顶信号的抛售，还是一个上涨中继的抛售呢？只能是一步一脚印去看当然，它要是能很凌厉、很韧性去贯穿突围这个位置，于是呢，整个低标股呢，这个高低切换的低位的风格情绪风向标呢，一定会引领接下来的一个潮流。资金的一个情绪呢，这么去看除此以外呢，就是不上不下，处于中轴位置附近的一些情绪风向标很显然也属于汽车光伏储能方向的一些交集的品种今天表现的也是风生水起的例如这个中核太白，前锋下来14跌到4块钱，零头不到70%几的跌幅之后呢爬坡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爬一段回一段，爬一段呢回一段那么直到今天呢，很显然它是拿下了这根乌云罩顶抛售讯号继续呢拔高向上方去发起新一轮的攻击那接下来这个中核太白压力口怎么看呢？很典型的80.9、11.39附近呢，我认为才可以去看一定的压力口那么很显然这个平台的制高点呢就是一个支撑口围绕这个小区间呢展开一定的空间的进一步的探索这么来看这也是我们最近有把它作为一个盘腰结构双龙取珠的一个重要的金凤凰转金凤凰的模型。
再来看一下，就是攀钢反弹啊。当然，李浩老师昨天呢在尾盘偷拉的结构呢，认为它接下来它会面临一定的啊回撤的需求，但是它历经了短暂回撤啊，回撤最多是4个点左右之后呢，是继续去开拉涨停板，预示呢整个钒电池和锂电池的情绪龙头啊，很显然是继续引领了资金的热潮。那所以你要是参与相对应的赛道的啊，二三线的品种呢，必然它的情绪呢是已经转多了啊，所以这个上升回调波以时间波的盘整来替代调整啊，是以上标齐的结构呢去完成一个拓展，所以相对昨天这个啊尾盘拖拉呢是已经化解掉了，说明多头的能量是非常极大的啊，预示它还会啊继续呢贯穿一线啊往上去拓展空间。好，那么这个上标齐选择向上突围，说这个旗杆的延长线附近呢，大家留意一下啊，能不能去完成一个持续的突破？能突破呢，还能再贯穿啊，形成一定的惯性啊，形成一定的惯性。当然回撤的时候呢，应该是需要回撤的毕竟今天在盘中，我们在分时再看一下啊，它是有留过一定的尖顶的，是吧？在低开始后拉高留下尖顶，放巨量 KD 高值。再折回打回到零轴下方呢，再开启一个小锯齿波形的这个爬坡结构。源于它是小锯齿波形，说明筹码的稳固性呢相对较好。要是尾盘还出现尖顶的话，这个模型很可能就是筹码派发的出货了。那很显然啊，在尾段的时候呢，它是很坚挺，1.5个亿的分单，预示呢钒钛电池情绪龙头还有一定的多头辐射，对相关赛道的品种呢必然会呈现一定的多头情绪的跟随。好，以上是我对于以上成分股的跟踪解析。喜欢以上跟踪解析的观众朋友呢，互动留言区回扣一下666跟踪分析不迷路。祝大家学习愉快，再会。